对了，监员，啊，你们屋野的那个女孩子样子不对劲呢，没事吧？爹，这简直就是巨人的森林！啊，吃肉的夏威，好想吃！但是现在挤进去的话，会被吃掉的，一定会被抓去烤。拿得到吗？我帮你拔。我好吃，简直就像人参一样五味杂陈。小谷，刚刚那整块都已经烤焦了，你还好吗？要喝茶吗？要喝水也有哦。你看，那边的画面很恐怖哎。哦，要是在大街上看到，一定会有人报警吧。